近这天气啊，哇，你见过这样的云彩吗？撕烂的面包一样，像不像有个龙在里面滚来滚去？哇，太震撼了！我去。2021年7月5日，天津城际上空出现了奇怪的云团，诡异的云团，还有些形状呢，有些恐怖的云团，呈快速翻腾滚动状态，看上去十分诡异。对此诡异的云团，相关气象专家称，此为造面云。层积云在锋面或其他强气流天气的作用下堆积到极限，发生褶皱，外貌变得极为恐怖的一种现象，一般呢是出现在大雨后，和什么灾难呢没有任何关系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天津天空中的诡异的云团，恐怖的云团，奇怪的云团吧。看一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
好家伙的，我给你们看看天津这个天儿啊，这次要闹猪八戒，这次，哎呦我的天，猪八戒在哪儿了？在云彩里藏着了，对吗？八戒，你出来吧。